恭喜月明少爷，从此事业如日中天了。哎呦，您就别取笑我了。这次东方香水的事情，你爹没有表扬你吗？我那个爹啊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他都不会说我的好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上手呢。哎，你爹他这是在考验你呢，所以你得多点耐心啊。 可是人家朗月轩就不一样了，他做什么，我爹都能原谅。我看这郎礼春啊，迟早跟我没关系啊。月轩，他的确是很优秀的，所以这一点你还真要努力努力了。叔啊，这方面呢，您还得多帮帮我。你看咱们这次合作不是挺顺利的吗？你看我表现的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哎，当然没问题了。 非常的好，你呀，不过就是缺了点经验罢了。叔，那还请您多多指点迷津啊。你们呢，只知道我跟你爹明争暗斗了那么多年，啊，但其实呢，我们这是一种非常良性的竞争。就是因为如此，师郎两家才得以在昆阳稳坐头两把交椅呀。 我跟你爹啊，其实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一种较量。至于生意，早就没看得那么重了。不相信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爹。他呀，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。所以你就更要证明你自己啊，月明。要让别人仰视你。 你就必须自己要有本事啊！我跟你爹都是如此。叔，那我怎么做才能得到我爹的赏识呢？你必须要超过我们呢。你一定要有这个野心，把目标放得长远，往越高越远的路去走。月明，不要小看自己啊！你今天来找我，肯定有你自己的目的和想法，是吧？ 你既然都喊我一声叔了，我一定把你当成自己人。你也可以把我当成是你最好的合作伙伴的。哎呦，叔，我哪有这资格？来，你瞧瞧你，你连这一点志气都没有，你怎么能让你爹看得起你呢？月明啊，要想得到你爹的赏识，你得干一点他意想不到的事啊。 意想不到。怎么这么重啊？动动。谁呀？别喊，别喊，别喊。嗯。 这是偷车的，这是你们家的事儿，我不应该多嘴。可你不能把所有人都看得那么简单。你和月明是兄弟，但我觉得月明他变了。月轩啊。 有一点我特别的服你，追女孩子，你永远先人一步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替你高兴。这件事儿的重点呀，在于开车，因为海棠，你得罪了月明。月轩，怎么这么晚叫我出来啊？你今天怎么没去歌厅啊？我跟胖子喝酒去了，喝完酒想来看看你，跟你说说话。好啊。可是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。我都把他们排好号了，我想想我先说哪个啊？好啊，那你就跟我讲讲你这一肚子的话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窝囊啊？ 嗯，看哪方面吧。我觉得我在郎里春一无是处，把那么好的一笔买卖给搞砸了。我爹对我的期望那么高，可我让他失望了。我也对不起你，把你的心血全白费了。 在家，我也是个不孝的儿子，每天只会让我娘为了我操心、生气。我也没能把你保护好，没能让大家消除对你的误解，没给你安全感。 没让你开心，没能让你相信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你说我是不是特别窝囊？你看你，平时你就老装作没心没肺的样子，其实呢？ 你的心里面装了一肚子的委屈。我说的是实话，雨轩，你总喜欢把所有的错都堆在自己的身上，一味的自责有什么用呢？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？所有的事情，咱们一起承担。 我怎么能让你跟我一起承担呢？我得干一些让你能相信我的事儿。我郎逸轩不能让你看不起我。我想像个男人一样，好好的保护你。那你想怎么保护我啊？ 不再让你受半点委屈，不让你生气，不让你难过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，不让。 雨轩，我相信你。想起你看我的距离，想起困在唇边的雨，想起。 留下的背影，像你吸引忘了收起你的气息，像场梦境，好想抓紧，却是空中沙粒，转眼就散尽，好害怕失去你。 在里面喷了那么多，熏死人了！哎呀，很好闻嘛，就是因为特别好闻才喷那么多呀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个是在里面买的吗？这个就是在里面买的呀。我很喜欢你们这个香味儿，我也想买给我的朋友，但是我一个男人进去买不方便，所以你们能不能把你们这个卖给我？啊，我给你们钱。哎，等一下，看你长得这么帅，这个就送给你吧。 不用了，这些够吗？啊，够了。谢谢啊。再见，再见。樊真，这是干嘛呀？说干就干啊！我得在后面推你一把呀，省得你又打退堂鼓。 嗯，你家院子够大，咱们就在这儿开锣，就差桌椅板凳了，然后看有多少学生再说。嗯，还有这个，到时候啊，咱们就把这个写上字，然后挂在院子门口。你赶紧想一个学校的名字啊！哦，还有这些啊，都是咱们工坊淘汰的香粉啊、香脂啊，我看也没变质。 这些东西啊，扔了怪可惜的，我就跟尚师傅那儿要了回来。啊，还有这些，这些啊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到时候看哪能派上用场。别看这些都不值钱，咱们起初创业，破家值万贯嘛。樊真，谢谢你啊！跟我你说什么谢谢啊？反正就看你的啦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别把我甩了啊！ 嗯，樊真，你真的觉得我行吗？我怎么那么紧张呢？你真的行，谢谢啊。海棠，哎，月明，樊真你也在啊？嗯。哎，海棠啊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 玉明，我们上次来过这儿。是啊，这所别墅呢，我已经买下来了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。海棠，我之前就答应过你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你不是想办学吗？这所别墅就是我免费为你提供的场所。如果说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尽管开口，我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你。谢谢你，月明。不过，海棠，我希望你这次不要再拒绝我了。这栋别墅呢，是我用来跟你求婚的，但是现在能作为你办学的学堂，也算是他物有所值吧。可是这别墅也太大了。不大，凡事都要考虑的长远一些嘛。我觉得别墅的大小，正好作为你的教室。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啊。 能看到这里面坐满你的学生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为什么不可能啊？我都相信你，你为什么不能相信你自己呢？生源的问题啊，你就不用考虑了，我会替你解决的。但是我要跟你有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3年时间，3年之内呢，我希望在这里能够看到坐满你的学生，好吗？我努力吧。 不用害怕，大胆去做，有我在你身后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月轩，你在呢。这个味道好熟悉啊！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先前研制的东方香水，现在诗航路在卖，而且卖得很好。诗航路也在卖，你觉得为什么呢？难道是诗航路盗用了我们的配方。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而且我一直怀疑东方香水就是施济州做的手脚。对了，你把东方香水卖给了谁啊？哦，我采用的是分销模式。你也知道，昆阳没有一家能吃下这么多的货，所以呢，我就分销给了好几家，都是一些不知名的。 我就一直在想，那到底是谁要陷害海棠，陷害我们家呢？月轩，东方香水的事情呢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你也别再揪着不放了。没有，我就怕这个人得寸进尺，再次做出什么陷害老家的事儿。怎么会呢？这不是有你在呢吗？哎，对了，海棠办学的事情，我给他找了一个新校址。 他挺开心的。海棠回来啦！啊，回来了。娘，娘，哎，娘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海棠，你大婶走了。自从我们搬过来以后，一直都是她在照顾我们，这还没来得及报答呢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呀？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爹，我想跟他商量商量，是不是应该帮帮他呀？这早上还好好的，一会儿人就没了。可不是嘛。 不过老太太人好，心善积德，走得利索没遭罪，也算是享福了。是啊，可怜的老太太，她无儿无女的，这后事还不知道怎么操办呢。娘，别难过了，下雨了，咱们回家再说吧。嗯，先回去了。走了，大姐，我们也先回去了。 来，吃饭吧，姐。 娘，别想了，吃点吧。吃不下。这个老姐姐呀，孤苦伶仃的，无儿无女，走的时候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，想想心里就觉得难受。她怎么过得这么惨呢？娘，人都走了，您就别难受了。她平时没少接济咱们，这恩都没来得及报。 人说没就没了，我想跟你爹商量商量，送她一程。虽然这个老姐姐平时无依无靠的，可是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。整条巷子里的人呐，没有说她不好的。这么刚强的人，我想应该让她体体面面的走吧。好，娘您做决定。爹一时还赶不回来，您拿主意就好了。是啊，娘。 您做决定就行了。行是行，可是我不如你爹做得好啊！别想了，吃饭吧。海棠，海棠，月轩。啊，还没吃饭呢吧？来，一起吃，坐吧。那个，娘，饭我就不吃了，我就来找海棠说点事儿了。海棠，来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娘，我一会儿回来。 海棠，我们可能被诬陷了。我怀疑东方香水的事情跟我哥有关。我发现月轩、月明他是你哥呀，他怎么会害咱们呢？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？难道我会因为这件事情跟你编故事吗？好了，月轩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咱不要随便猜忌了，好不好？听说。 我哥找地方给你办了个学校。是啊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。感谢我们？不是我们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，不会白费你的心血，白受诬陷的。我走了。你在我屋干什么呀？回来了，去哪儿了？月轩没回来呀。又去找海棠了呗？怎么，你就不想知道他找他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话就直接说，不必卖关子。他们发现了。怎么可能？海棠他说什么了？ 海棠倒没说什么，他说他相信你。是我对不起他。怎么，内疚了？你可别小瞧顾海棠，这个人城府深着呢。嘴上是那么说的，心里却未必是那么想的。你再也不是他心目中那个完美的月明了。你闭嘴！ 我说今天月轩一大清早就试探我的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不用吓唬我。月轩手上现在肯定没有十足的证据。你还是小心点吧。他们俩要是联起手来对付你，你可很被动。别说月轩现在没有证据，就算是有，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，因为这一辈子。 都是他欠我的。有时候啊，你真的挺让人害怕的。你别忘了，只有我得势了，你才有翻身的机会。我可不是图这些，我是为了咱们家好。行了，赶紧想个办法吧，让我娘知道月轩和海棠还有来往，听见没有？ 我知道，月轩这两天定着点儿的往海棠家跑。好了，我得回去了，娘还让我晚上过去呢。娘，怎么才来呀？精油用完了，我去拿了瓶清凉的。正好，我这两天睡不好。娘，您坐。嗯。我让你办的事，办得怎么样？什么事啊？我让你帮我看着点月轩，看看他还有没有跟海棠来往。我忘了。你这个脑袋就知道吃饭。这回记住了。到咱们家这么多年了，一直就想把你当半个闺女用。你怎么就是不顺我的心呢？ 可能是我太笨了吧？你笨？你真的很笨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不是我说话难听，总感觉咱们娘俩差着点什么，隔着点什么，怎么就亲不起来呢？娘，我想起一件事。嗯。 前两天在路边，我看到一个江湖郎中，听人说是从外地来的，还在少林寺当过和尚，治好了不少人的头疼病。他每天下午出摊，您要不要去看一看？算了，不可信。我也知道江湖郎中走街串巷的不可信，但俗话说得好，这久病乱投医，兴许这路边的一味药就对了您的症呢。唉，我这是心病。娘，姐，我上学去了啊。啊，哎，路上小心啊，好好上课下课。知道了，每天都这样。娘，您现在就要去啊？是啊，昨天夜里我一晚上没睡着，这人走了。 要走得有尊严。这个红布啊是去邪气的，你爹要是在，一定比我做得更好。我就是学了点皮毛。娘，姐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有人找。我去看看。 你怎么来了？没去工房上班啊？我来看看你，顺便想问问你，准备什么时候开学啊？我现在有点事儿。怎么了？隔壁婆婆走了，我娘要过去帮着料理一下后事。我来帮你。 你不是说就在前面的吗？就快到了。这些人在干什么呢？在烧纸钱，是不是谁家在办丧事啊？我都说不来了，晦气！走走走走走，快到了，娘。海棠，你娘的手艺可真巧，把人画得跟睡着了一样。 是月轩啊，也是老太太一辈子行善积德，才碰到你们这户好人家呢。这下行了，咱们大伙帮忙凑凑，这老太太的后事就有着落了。是啊。娘，您消消气。造反了，两个人怎么着？打算一块过了吗？也许月轩。 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放屁！竟然跑出来给人家养老送终，晦气，真晦气！娘，我都说不来了，你非让我来。好了，这下开心了。怨我，都怨我！还等什么呀？赶紧走啊！开车吧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和顾海棠还有来往？说。 是，娘您，你是要活活把我气死是不是？我哪敢啊！这还不算，顾海棠的娘还给人入殓料理后事，有没有这事？您从哪儿听说的？我今天亲眼看到了，我找人去问过了，人家说海棠的娘是入殓的一把好手。真没想到他家原来是干这个事的。如果我早知道海棠是这么个家世，当时你哥就是再喜欢他。 我也绝不允许他进我们朗家门的。娘，他也是做好事呢。好事？海棠他擦油弄粉的本事，是从死人身上学来的。您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，行不行啊？那你让我怎么能说的好听？你告诉我啊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？他乐于助人，积德行善，他干的确实是好事。放屁！海棠曾经是我们家的媳妇。 又在我们郎里春当过济公，他的身世要是传出去，会败坏我们郎里春的名声的。哪头轻哪头重，你自己掂量。以后谁还敢用咱们家的胭脂？娘，我觉得您想多了。那海棠他娘帮人家就是举手之劳。再说了，您这邻居之前也没少帮海棠他家，这是知恩图报啊。小时候您还教育我，滴水之恩一定当涌泉相报。你就是这么报我的恩吗？ 月轩，娘是为了你好。天底下没有娘会害自己儿子的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和海棠断了好不好？娘，可是海棠她确实不是你想的那样啊。如果你爹今天在就好了，他肯定比我做得更好。他这个人呢，手特别的巧，又爱琢磨。任何人呢，在他手里都被拾掇得体体面面的。他说，这是对人的尊重。原来爹是个那么了不起的人。 他当然是了，有时机缘巧合，别人求他帮忙，他都热情相助，不会拒绝。他这个人呐，老实，不爱说话，可是遇上别人家有事，他总爱帮上一把。娘，咱家留了好多制作配方，可惜丢的丢，失的失，都已经不全了。娘，你再多给我讲讲关于爹的故事吧。好啊，好啊。 我跟你爹好的那会儿啊，娘家人知道他偶尔要去处理死人的后事，说什么都不答应。他也不强求。他跟我说，他理解别人对他的看法。他耐心地跟我说，人死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人活一辈子就是为一张脸，这张脸就是要得到别人的尊重。 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，又何必回避呢？反而应该去纪念。王叔，哎、这地方漏了，你一会儿拿回去重弄一下啊。哎，好。大哥，大嫂，哎、你们好。我们是昆阳晚报的记者啊。最近呢，听说这条街上死了一个老太太，有户人家给这个老太太包揽了后事。 跟二位打听一下，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知道啊。哦，要不是海棠他妈牵头啊，这老太太无儿无女的，这后事还不知道怎么着呢。那您能跟我详细的说一说吗？老太太吧，跟我们邻居几十年了，老头死以后一直就是无人照顾，海棠他妈。 我们俩办事，您还不放心吗？妥妥的。知道怎么做吗？您就放100个心吧。您的意思，一个字都不会差。这报纸嘛，不就是给人看个乐吗？对嘛。这件事就你们俩知道，不然可别再想得到好处。 嗨，老板，这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这我们妥妥的。嘿，对，放心。唐姐，今天第一天就这么多人，这以后还得了啊？是啊，这多亏了月明。哪有？我只是在郎里春的店面门口贴了告示，还在工房的工人面前跟他们说，感兴趣的朋友呢，都来参加。没想到来了这么多的人，真的谢谢你啊，月明。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现在就是好紧张啊，我怕等会儿教不好，再误人子弟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你紧张什么呀？ 你那么有天赋，一定可以的。就是啊，你呀，把他们当做是自己的朋友一样。一会儿我和樊振跟你进去，帮你打打气。啊，那我会更紧张的。哎呀，你没问题的，快进去吧，别让大家等那么久。有请海棠老师。大家好，我叫顾海棠，你们以后可以管我叫做海棠老师。创办这个学校的初衷很简单。 一来呢，是我自己本身就特别喜欢这个行业，大家都爱美，我能够帮你们变得更美、更漂亮，是我非常开心的事情。二来，我希望把我的心得还有技法都教给你们，把所有的知识量都给予你们，也让你们把别人变得更美、更漂亮，就这么简单。说的真好，就是啊，好，接下来咱们开始上课吧。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整个五官的轮廓。娘，这新闻，你看这标题写的。 一看就是那些无聊的记者在这搬弄是非，那海棠呢，就是帮助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，这多好的一件事啊！这怎么，你看怎么能这么写呢？这什么东西？我一定会去找他们的。全昆阳的人都能看到这张报纸，怎么，你指望报社把这张报纸一张张的收回来吗？我问你，报纸上写的哪一字一句是凭空捏造的？你凭什么找人家？ 我三番五次叫你远离顾海棠，你不听。好了，这下出事了，一次一次给我们朗家抹黑。娘，现在这东方香水的事儿是大，这……哎，总之这件事海棠是无辜的。行了，我现在甚至怀疑顾海棠故意在用朗家宣扬她自己。这个女人的心思她还真是复杂，不然怎么会让你为她神魂颠倒？你知不知道？ 就凭这一条消息，会给咱们家造成多大的损失？好了好了，娘，我会去处理的。怎么处理啊？再发一篇稿子，澄清和顾海棠的关系越描越黑。我看你呀，就是为了那个顾海棠，不惜把我们朗家也拖进这个臭水坑里。这件事我都不敢跟你爹深说，你看看他现在瘦成什么样了，你当儿子的，你都不心疼吗？ 好了，娘啊，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妥善的处理这件事，你放心啊。妥善处理并不难，同顾海棠断绝来往。他们家以前是跟死人打交道的，多晦气啊！咱们娘俩知根知底，我跟你好说好商量。你是大人了，你好好想想这里面每一层的关系。做人不可以不知道好歹。 好，娘，您说的我都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处理这件事儿啊！别生气了，身体最重要。哎呀，那我走了，不生气了啊，不生气了，我走了。这个女人，娘，您看谁来了？太太，墨画来了。您说巧不巧？ 我这出门啊，就碰到了墨画，我就和他说，娘这两天总是念叨着他，墨画呀，就说什么都要来家里来看看您。乖，您怎么了？好像看起来不太高兴啊。你也不是外人，你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海棠家原来是办丧事的，这怎么还和咱们家扯上关系了？这传出去对郎里春多不好啊！真是气死我了！我们家一个月明一个月轩，现在被这个海棠迷的呀，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劝他们离他远点儿，怎么说就是不听。这个海棠让娘操了不少心，说来也奇怪，怎么大事小事都能和他扯上关系？不是和他扯上关系，依我看。 没有那个顾海棠，就没有这些麻烦事。这报纸上说的，能和朗家扯上直接关系吗？我看好像就是说海棠在工房当过女工啊，直接影响倒不至于。但海棠毕竟是郎里春出去的，又给我们家当过媳妇儿。虽然现在撇清了关系，但咱们管不住外面人的嘴呀。人言可畏，这扯来扯去，很可能两件事就扯成了一件事，最后传成什么样？ 就说不清了。行了，你说完没有啊？我不知道利害关系吗？娘，您不是说墨画不是外人吗？哎，太太，您犯不着为了一个海棠大动肝火。依我看，咱们现在应该想办法，怎么才能不让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？能有什么好办法？交给我吧。 我来对付这个海棠，一定会让他跟朗家彻底撇清关系。我只是想让顾海棠离我们朗家远一点，并没有想把他逼上死路。太太，我知道你是个大善人，但不用这种手段，他是记不住的。什么样的人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。您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墨花，你可别冲动啊！我知道，您放心吧。 谁是过路人？谁会陪你过完这？